怎么了？烫到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来，疼吗？这要是你一个人住啊，肯定每天都要磕磕碰碰的。你这要是一个人住，可能还不如我。那就说明呢，我们俩谁都离不开谁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。甲方建议你上好药，立刻休息。这么温暖惜才的甲方，真是让我有一种想要长期合作、保留住心动的感觉。好。哎，你不用抱我。这是甲方在履行保护乙方的责任。走，睡觉。